完了，我已经跑掉了。你会唱了吗？你会那种啊的旋律吗？能过去就行。我那个赶来迪丽热巴，每次都是赶鸭子上架，我不会的东西都要被硬推上去啊。当我看见昨天如果分开下一回家后你的表情还是下一句跑掉了，让我领着我唱一下前面慢的那个调，好不好？ OK， 我老跑调。好，那 one two three， 当我看见破茧破损，的时候进去。one two three， 当我看见昨茧破损的战役，他们的语气，好笑的攻击，自卑的心理，十年来戴着各种面具，想让你我孤立。我会说唱了。花花建议你等会儿跟他一块儿去录音。我录什么？就这个歌声。就是他帮你设计一些合适。你这个样子，会听吗？你这个是不是刚才？你这个不行的，你这样不能上台的，真的。